4:30了，兄弟们，哎，太难了。这个小旅馆我也是服了，灯都没有。我用的是自己的灯，好像在装修吧。被子也是破的，也好有几个洞。不过28块钱还有什么自行车是不是？然后昨天骑了80公里，今天屁股痛死了。那是那个自行车坐垫有问题，就是屁股那个两边都磨蜕皮了。哎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！今天想给自己放一天假，但是昨天前天不是才刚放假吗？不好意思放假。然后看了一下地图，我们下一站要到沙桥镇去，兰花县。骑行53公里，上坡9公里，下坡4.8公里。骑行正式开始啊！这也太舒服了，请移动到室外开阔地带。有点难搞啊，兄弟。外面下雨了吗？看看看看，我都服了。哎呀，下雨怎么骑嘛？雨都没有。真的下雨了，我们去洗漱一下吧。我是服了，刷个牙。洗个头。再搞个精致的小发型。哎，就我们这个颜值，稍微打扮一下是吧，就能打败在座的各位。你不要再说什么艺了，什么艺了啊？艺头发，艺梳子，什么艺只会害了你。除了这么帅不要命了。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，它从来不会放弃，照耀多年心机。好的，出发了兄弟们，走。走完苍老的石桥，感到潮湿的味道。翻过了青山，你说你看到你到底多少？走走走，咱们先去找个东西吃上一次吧。喂，我在网上看到附近有一家喷射战士，咱们去体验一下啊，去喷射喷射。对，三件套啊，兄弟们，9块。8:10。能打个5分，等了半小时啊！
时光是无忧的时光，精彩的年月不会被生活改写。小雨常回荡在耳边。对，你乖的不叫了，你妹妹。兰花飞鸣，慢点阿彪，慢点。这路边好多雷啊，兄弟们，就是我上次买的那个，看起来有点红，其实酸酸的啊。你看这边都是卖雷的，再也不想买了。前面有啥？紫西山 4A 旅游景区，楚雄紫溪森林康阳小镇，啥玩意啊？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，前面有个大隧道啊，不知道有多少米啊！啊，里面有灯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叫什么钱粮桥隧道？钱粮桥隧道啊！Go go go！ 哇哇！阿西巴，好漂亮啊，兄弟们，这个隧道。艳阳上起叠双飞，满眼春色惹人醉，想想问深深你爱美不美，你啊爱美不美，说什么万千富贵，怕什么借力清贵。哦，好凉爽啊，但是这洞里面有股臭味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，马上出洞了，冲啊！啊呜！好的，出来了，前面有个大美女，我们看看漂不漂亮。满分十分，我能打个八分吧，叫的可甜了，叫到哥哥心坎里面去了。今天的第二个隧道啊，叫什么小天城隧道，蛮短的，没水啊，都有点渴了，兄弟，看路上有没有卖水的，找点水喝，让一喝，看不住了。啊，去买瓶水喝啊，渴死了！啊，
啊，兄弟们，货上一货，来，小老弟。骑了三十几分到这个南华县县城了，去吃点东西吧，兄弟们，握了一批。虽然比较炒肉嘛，搞了个蒜苗炒肉啊，14块钱。嗯，早上吃喷射三次，现在又握了。然后现在下午3点过了，这个县城不怎么样啊，兄弟们，要不到下一个镇去吧，还有20公里，吃完饭再骑20公里吧。下一个镇好像是沙条镇，18公里吧。先吃完饭骑过去吧，现在3点半了。看起来还行啊，兄弟们啊，智商一次。那放一边等啊。哪分是他的哪个6.5分吧？导航搞起！提醒导航开始了，你要带我去东方吗？这里风景还不错的，兄弟们，特别是那个桥，叫什么桥？宁关桥啊。嗯。怀念狗屁不同的光阴，最初的节奏你听。兄弟们到沙桥镇了。今天一共骑了52公里，搞了个腰花盖饭，还有一碗汤，15块钱啊，兄弟们，来吃上一次啊。在绕着那些光景伙计去坑里带青蛙，给俺爷爷转带烟，也听俺奶奶拉拉呱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文化，但是很伟大，也想不起来那台黑白电视演的啥，也想不起来去听姐姐当年说的话，我找不到我跳房子提里那片瓦，谁知道我的团就和票价都放哪里了，一个沙坑一个秋千，俺就能玩上一天，饿了爬到树上摘点槐花吃点鱼钱，马跑有多香，满的十个人打个7.8分吧。抓把黑甜甜，谁捅了马蜂窝，谁被这里疙瘩多，谁晚上尿了床，白天就得少玩火，谁骑着大辆自行车扎过没结多，谁的作业最多，谁就捞不到一起唱二歌。机器灵砍菜刀，人那边里紧赶跳，跳谁吧跳，跳的那个人已经回家了，机器灵砍菜刀，恁那段儿里紧俺跳，跳谁吧跳，跳的那个人已经回家了，不像俺姐姐分给我的那块糖疙瘩，我很后悔当年为啥老是欺负他，现在我有了小外甥还在欺负他，我说老姐啊老姐，你真的辛苦了，每天放学俺爸爸都会骑车接我回家，他说谁吃饭吃的多他就给谁买贴画，偶尔老师也会叫他去学校谈谈话，他回来打了我一巴掌他自己也哭了，俺妈妈给我打的毛衣总是有点大，直到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啥，
他的委屈都在心里，从不善于表达，但是我知道他最牵挂的就是俺姐弟俩。其实我很想看俺爸爸妈妈再吵一次架，但是94年的全家福往后不再有了。爸爸妈妈姐姐你们都还好吗？我很想你们，更想回咱以前的那个家。机器灵看菜刀，恁那边的金安条跳谁吧 ？OK， beautiful。跳的那个人回不去家了。机器灵看菜刀，恁那边的金安条跳谁吧？现在是沙桥镇啊，打雷了，你得下大雨啊，兄弟们！希望不要把我给吹走了。你们说我天天睡豪华宾馆，那今天晚上搭帐篷喽。哦，今天视频就这个，累死了。